屏東義福人表演製作團是推出的年度期間樂府劇《日光下的黑船高中》，一部作品是改编日本高中黑船轨迹的真实故事，是讲伊提早高雄闽南国学校，就是一下闽南国小高中结下的屯菜地的师生向下创办三美分校，安尼偏向的先见的爱读书就唔是黑暗嘅。我们美浓地区只有一所公学校，实在是太少了吧。为了把闽南地区的生意做得超群特殊，当时担任闽南国学校的黑船校长，向台湾总督府申请设立刊登促进儿童两度三所分校，同时过神过后还献出买下台闽南的共产方一个感人的故事，如何一共下的黑船校长我有看的人气高中没有伊个医院吼，古所无个古许多日本，上个长眠于一个月光山下，更加一个高中个一个纪念碑也提一个月光山下。不用让学生走那么远，可以很近的就上得到课，也不用匆匆忙忙的赶着上课。也从我屋徛个人，我一太特色，你会有像从志雄个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生同彩铁个民众共同演出。希望本藝術文化做得台地方商圈發展。老人家哈，中年人、後生人，特別你看新人咧，安尼四代人哈，傾下來做一出戲。因為可以學到更多舞蹈，感覺很開心，可以表演給更多人看。一共下嘅係全高中樂舞劇，以上十二月三號台屏東藝術館演出。劇團希望透過一百四代人嘅合作。做得呈现文化艺术同生命力强的高雄体验，客家新闻陈华年屏东报道。